多拍点，我拉着你的手。他二十五岁。人家你老公看到打我了。不会的，我没有老公，我离婚了，没事。Okay, guys, today I'm going to get a massage. I guess it's, they sent me the location. It's, in this place. Wow. Is this a bar or something? Let me ask. 你好，这个那个有一个按摩店是在这里吗？按摩店在这里。哦。马马虎虎。终于来了。哎。你今天体验什么项目？包括什么呢？他有两次肩，两次背，两次头，两次脸，一次足疗。今天全部能做吗？不能全部做。不是，因为我们七点下班，这会不是已经六点了吗？你可以体验个肩背。今天就体验个足疗吧。So I need to sit down here, I guess. This 大拇指头，这个是大脑的反射区。大脑。哦。但是我这个比一般人的大，说明我的脑子也比较大吗？不是，那供血不足。你看，你这一个一点血色都没有，这老看手机，头低着，颈椎不好，知道吧？啊。颈椎啊，大脑，这是血供不到大脑上去，供血不足。我的胃也不好。胃还没到胃。嗯，胃在哪？胃在这个。哦。这是有点血。对的。所以如果有胃炎，可以通过足疗治疗，是吧？哦。这两个是眼睛的反射区。这两个是耳朵的反射区，这一溜这个额度就是额头的反射区，这个是。哦，还有肺呢。肺啊，啥都有，都在脚心。脚心它有72个穴位，6个反射区都在脚心。包括臀部都这样。都有。这是中医。中医嘛。感觉是不是好玩呀？降血压，这是降压点。降压点。因为高血压的人这一块多搓搓。这是坐骨神经的反射区，就是腰的反射区。后面这一块。腰凉的很。在健身房练的是吧？对。你这是不是晚上老熬夜呢？对。你看你后背好多这个小红痣，全是疙瘩。放松，放松。力度行不行？可以。可以啊。
因为包含这个中间。中间。对，有点凹凸。啊，这块会疼是吧？对。哦，没事，一会儿我给你把这块多揉一会儿。看你这个右边这个肩膀就有问题呢，这块有个大疙瘩，能感觉到吧？好，你敷一会儿啊。嗯，好的。这药一会儿会有点热，正常现象啊。A few minutes later. 这个太热了。太热了是吧？是的。好好好。等个三五个小时之后再洗澡啊。Okay. 现在你这个毛孔打开了，你一洗澡的话容易这个肩这个受凉。Oh. 好。好，你起来直接穿衣服就行啊。好，拜拜。This is the best back massage I've ever had. My back now feels warm.Refreshed, my muscles are no longer sore like the way they were before I came, and it's very cheap, only 100 yuan three times. It's very cheap. My back feels softer and lighter and warm at the same time. It's definitely healing. Ah, 对，这样还可以。啊，这样可以，我给你拍， okay. 我多拍点，我拉着你的绳子。是不是？不是，人家你老公看到打我了。不会的，我没有老公，我离婚了，没事。啊，就这样拍。你拍，那咱俩再拍，咱俩的手比个心。这样，哦，我不会，是这样的。你拿那个。哦，是这样的。给你在我们家找个媳妇吧。李峰，你起来，李峰。哎，我起来了。好了。OK。我们领导，让我们领导给你做。哦，那是领导。我上次做的那个背，我非常喜欢，效果很好。那好的话，那你就办一个背嘛。办一个疗程做一做呗，我们是10次送2次。再赠送你2次，可以吗？两个人可以用吗？啊，可以用呀。他说两个人可以同。啊，可以呀。你是不是在我们这边已经找了一个对象了呀？没有。那你咋不找了呀？是觉得我们中国女孩不漂亮吗？中国女孩子也不一样哈。你是不是喜欢你们那边的女孩？对。好吧，我跟你说，中国女孩子性格挺好的。性格好，还小了，你才25岁。但是中国女孩子彩礼太贵了。彩礼太贵了。哇，那你们那边呢？我们那边彩礼没多少，你随便给一点就可以了。是不是？对。这头发我没法给你刮呀。我头发太卷了是吧？嗯，太卷了，我都不知道咋给你刮。没事，按摩嘛就行了。中文说特别好。谢谢。啥时候毕业呢？我明年3月份。毕业你就回老家了吗？我去深圳。去深圳？对。你在西安这边学的，跑深圳去，你就不给我们西安做贡献了。嗯，年轻，我跟你说，现在的话，咱们这块做活动着呢，价位各方面都合适呢，挺适合你的。中秋节加一个国庆这块的话，我提前给你把这个活动先给到你，反正就是说，咱们认识就是缘分嘛。你像中国这么大了，您来到中国，咱认识是不是中国14亿人呢？您认识我们是不是缘分？现在只需要您花一个815，815就是815，平时的话都得1000多块钱。还有双十一活动，不如我等到双十一再办。双十一的话，你不是4个幺吗？1000多呢，你不是不合适吗？咱们先做完再说。我的朋友想过来，我带他过来。哦，我都试试刮一下。你是这样吗？不是，他是这样的，是这样放，然后这样。哦。这样刮，因为你头发特别干，这样也能刮。那是在录吗？哦，他录一直录视频的。哦，为什么要录呀？我给我的粉丝看一下，我体验中国按摩的。哦，
你的粉丝是中国人还是你们那边？我们国外的。哦。他们都很好奇。就是你应该跟我们几个拍个照，留个念。可以，你们也可以用我的照片刷一刷。可以。你看我上次做的那个背的那个照片非常好。是不是？好。只要你感觉好就行，你也可以给我们做宣传。坐一会儿拍个照。我拍个照。OK。晚上他给我给大家拍一个，给我俩拍个照片。走吧。你站起来。哦，站起来。OK。你个子高，我坐着不好看。OK， 这样。拍个照片就行。美颜拍。换一个没有美颜的吧。啊，细软一点的。换这个原图。方哥，你把我拍的脸都歪了。OK， 我走了。好。拜拜。拜拜。啊。挺好。慢点。啊，拜拜。脚放上面躺好，今天给你做美容，你那卡上面就剩一个美容和图了，再没别的了。这个美容能帮我洗牌吗？哎呦我的妈！哇，你确实把我给洗白了。我现在是150%中国人啊。是吗？超级中国人啊。啊，要啥的？现在中秋呢，有活动了，给你办上了三次的，也没多钱。说实话，你们这个店是我见过最优惠的。最优惠的，你又不办卡，最优惠的。因为我最近破产，但是我下次还是会来这里。嗯。